就是白天的话，你都在哪里啊？白天就是在这儿睡觉，白天坐在这儿睡觉哈、啊，然后呢，晚上就出来了。晚上你还你晚上就说你出来做哪些事情啊？晚上，有没有到村子外面去？没有，他们出去，等一下我就一直在这里睡觉。哦，你一直在这儿睡觉哈、啊嗯？嗯，一直在这儿睡觉。那要不要上洗手间什么的？要。也要上洗手间吗？嗯，他们出去，我还在这里睡觉，等一下我要上厕所，我就去那里上。哦，也要上洗手间。嗯。那上洗手间，你看见自己也拉出粑粑来了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就是当灵魂的时候也要上洗手间，就是你上一辈子就是去世之后嘛，你不是成了个灵魂了，就没有身体了，然后呢，就是也要上洗手间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个就记不太清楚了哈。嗯。啊、嗯，好的。那你想一想，你能不能自己把门打开？比如说这些门万一被人家关上了，你怎么去厨房吃饭呢？啊，就说他们拿钥匙把门关上了，你可以自己把门打开。在这里可以开。啊，你自己可以打开门当时哈、嗯。那打开门的话，这个你会不会他们回来的时候你再把门关上，要不然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了。我去上厕所玩的时候我都把门关了，他们怎么关我也怎么关。哦，他们怎么关你也怎么关哈。好的，然后呢，就是你就是需要正常的自己把门打开是吧？不能从门缝钻出去吗？不能。不能哈、啊。好的好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出来啊，继续。那就是说你还做哪些活动啊？住在家里，会不会看电视什么的？家里有没有电视啊？没有，我有，但是我不看，我一直在这里。哦，他们看电视的话，你不参加是吧？那他们，就是那他们都不白天，他们出去干活了。你有没有看过电视什么的？我就偷偷的进去看。哦，这个就是偷偷的进去看电视是吧？嗯。哦，那偷偷的进去看电视的话，白天他们出去干活，你偷偷的看电视，那会有没有会不会被你监生的父母撞见？没有。为什么你他们快要回来了你就关掉吗？我就关掉，等一下我就慢慢的走过来，等一下他们还在下面走上楼梯，我就从那里走过来。这个妈妈，我发现了非常重大的问题，她当时在家里，在你们家里住的时候啊，还偷偷的打开电视机看，你们白天出去干活了，她在家里自己看电视。那这个就是说，在经常自己打开电视机看电视吗？嗯。经常吗？经常看电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偶尔看一下是吧？嗯。哦，那就说，你回忆一下，就说，你白晚上的话，你看我们到了晚上都看不清事情，那到了晚上的话，不开灯的话，你出来活动，你都能看清事情吗？嗯，没有，我就是睡觉了，到晚上的时候。你是白天睡觉是吗？白天我没睡觉，我白天一直在那里看电视，等一下到晚上我又睡觉了。哦，你跟大人一样，就说你是他们睡觉你也睡觉。然后呢，他们睡觉你也睡觉，然后呢，白天的话他们出去干活了，你就待在家里，有时候看个电视什么的是吗？然后呢，你还做哪些活动啊？我都忘了很多，我还知道一点点。啊，知道一点点哈。那你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是怎么开门的，就是。And I told you, 这里是关门。等一下，他们下楼梯，我就慢慢的开。上厕所也是这样子的，等下我就关门了。啊，等一下你就关门了啊！我把那个什么录音笔拿出来啊。啊，这样就是白天的话，他们出去上班了，然后你就在家里住着。啊，在家里住着，然后呢，他们出去了，你就把门可以打开了。啊，这样哈。你想想还有什么活动啊？嗯，
还干过哪些事情在家里？都忘了。其他的都有些都忘记了哈。嗯，好，我们出来啊。哎呀，你弹的太好了。嗯。他没都那么清楚。刚才讲的可能以前的。像我那个老爸。哦。那个老爸他说什么他都。刚才讲的非常好啊。那我问一下你们，这个当时有没有发现，这个不正常的门自己开了这样的事情，有没有碰见过？有。嗯，就是门吧，你们就是明明应该是关着的，但是开了，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印象？有啊，那个啊，有时候我们回来门怎么开的？也有嘞。哦，出去干活回来一看门是开着的 啊，那就是他忘记关了。有时候我就记啊。好像门已经关了，怎么又开了这样？哦，就是有时候呢，门是，有时候门是关着的，但怎么又开了？啊，这个时候，嗯。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见他的影子？因为两个多月，是不是有两个多月他来了？他一去世，你一去世就过来了吗？那待就待了吗？一去世就带来家里了。一块住了，那有两个多，那时间就是有两个多月哈，两个多月，嗯，那你想一想还有哪些事情啊？哎呦，忘了都忘了哈，没关系，刚才讲的已经太好了，已经太精彩了，然后吃饭哈，喝水，上洗手间，上洗手间就奇怪了，那这个鬼的话，灵魂上洗手间到底干什么？就是姐妹忙啊，哎，还有啊，那这个就是你们还有哪些异常？就是你们两人再回忆一下啊，就是还有哪些异常现象？就说比如说，电费有没有说他来之前一个月交10块钱电费，那他来之后啊，就是他的上一世去世之后，这个电费增加到12块钱，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？因为他白天有偷看你们电视的情况。反正电费要40到50块钱，30块钱很少的，都是四五十的。长得毛当狗呆。你讲什么？招笔。你掉到后面了。掉后面了，没事，好。就说他来那几个月，电费有没有增加？想一想，有没有这回事变化？差别不大。我还记不清楚了那个。有时候，反正有时候回应之后，有时候就觉得无聊，又看电视，怎么有时候又没有关呢？嗯，电视也没有关。还有个问题，我问一下这个电视机的问题。他白天有时候会，你们都出去干活了，他偷偷的出来把电视机打开看电视的问题。那我们就没。你们但是呢，他听见你们回来了吧，他就把电视关了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是这个情况，你们有没有发生过？你们出去干活回来一看，哎，电视还开着。电视又没开呀，我们回来电视也没开。哦，因为他看的比较少，他看的没发现这个事情。反正那电费是多的，现在电改台电费才少一点。那这个电视机当时跟现在一直都没变啊？没变哈。这样，然后呢就是。异常的情况就是经常发现门明明是关上的，明明是关上的，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又开了，经常性的吗？这个事情时而有，又好多回有，那几年次。哦，应该是那一段时间，不是几年，那一段时间是吧？之后就没有了，之后就没有了哈。哎呀，讲的非常好啊！刚才给我们演示的非常好。那上世的家，他认识以前的一些东西吗？认识。现在那房子就盖的好，他们都改掉了。现在没有了老房子。老房子还在，他里面的那个板啊，全部搞新的，怎么重新搞？哦。以前他那个房子前几年，他两三岁的时候他知道，那个房子是他的，他都知道。哦。外观还有那个房子，但是里面变了。里面全部改掉了。外观还有是吧？外观还有。啊，外观还有哈。好。啊，都是哪个？这个是我的房间的。以前的就这么说的。现在房间里面都变了。都变了。那他的老照片还有吗？他上一世的老照片有没有啊？我
老旧片，他家里面我们这里没有，他家里肯定有啊，有没有？没有，那时候没掉过相。那很老人，以前从来没掉过相，可能是。那他现在年龄不大，那也没有说。他那时候去世有。他哪年去世的？哪年？80多了。啊，这个80多岁去世的啊。嗯。80多岁去世啊。嗯。是哪一年去世的？他是好像是2008弄的吧。2008嘞，不知道几月份、啊、不知道几月份，反正他死去有大概有两三个月吧。嗯，两三个月就投胎了啊。嗯、两三个月的话，就是2月份死的了，大概哈、啊嗯。啊，那就说他的坟地他自己知道吗？怎么？他的坟地啊，上一世的。嗯。坟墓。坟墓他没有做嘞。嗯，他没说，他只说他的家在哪，坟墓我们。那可能是不是他一去世就直接回家了，到你们这儿了？他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。我们也没有问，也没有都听他说。从来没问他。啊，那现在问一下，哎，这个缘分啊，你以前埋在哪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上一世你的身体。没有安过，没有。我不知道。你一直没去过是吧？嗯。就是他们抬着你的尸，他们抬着你的棺材走了，你没跟着去吗？买水就买点拜一拜啊，就是中午买一点，中午棺材一点，那中午闹闹的。他们抬着你的，他们抬着你的棺材都啊，跟着去过吗？要礼拜呀。哎。要。哎，鬼王家啊。啊，上一世你那个有没有跟着棺材去啊？啊，跟着去过吗？没有跟他去。干上尿呀。没有跟着去啊。嗯。嗯。啊。好。哎，那他上一世那个房子距离远不远？在村里面呢。就这个村里面啊。哦。哦。就在这儿啊。嗯。哎，那我们领着就是在楼下，让他在老房子那儿合个影啊。啊。让他跟他的老房子合个影啊。嗯。啊，我们去一下哈、啊。中午呢，你妈妈做饭可以哈、啊。哦。做饭，然后呢，下午呢，吃完饭再耽误一点点时间，把他哥哥的情况再谈一下啊。嗯。好。走，我们现在呢就去看一下你的老房子啊。嗯、好，哎呀，你这个，嗯、好啊，你觉得这一世幸福？哎，这个谁，云凤啊，你觉得投胎到这个，投胎到这儿，现在呢，满意不满意呢？嗯，进来，你进来，进来，在哪按啊？就是现在投胎在这儿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，满意吗？对爸爸妈妈？嗯，满意。啊，满意啊。那跟上一世相比，这一世开心吗？那罗拉也是罗拉呀，就什么？你上一辈子开心还是这一辈子开心呢？鬼呢，相当于鬼呢。上一世喂，相比，但是鬼，但是上辈子苦啊。上辈子苦，您说啊，您说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晚上跟你联系啊，晚上联系啊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就是你觉得这个投胎投的还好，啊，投的还好，然后呢，爸爸妈妈呢也对你还好，哦，然后呢，你觉得很开心，嗯，啊，非常好，好，我们去看一下你上一世的房子家哈，走，哎呀。